Hello， 欢迎收看《极客真会玩》，我是小飞。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建造的最小的房子，这所房子高度只有 0.015 毫米，大约三根头发的厚度，占地面积为20微米乘10微米。就是在这么小的尺度上，这栋房子仍然五脏俱全。来自 Femto-ST 研究所的法国研究人员创造了它。它有一个传统的人字形屋顶，四扇窗户，一扇门，还有一个烟囱。这么微型的房子靠人手是建起来的，所以研究人员派出了微型机器人，他们将切片材料剪断，然后像折纸一样折叠起来。这玩意儿最大的用途可能还是在医疗领域，比如说用头发一样细的光纤插入到人体内，从微观世界解决人体疾病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发现更多新奇好玩的科技产品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极客世界，我是小飞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